不行，走到那站地上，因为前后没还有话，解释完话之后，我刚要说下了摔下去了。别走呀，走走走走。你这么一个叫唤，就这么一个叫唤。你看他这个滑，你就不要你走大路吧，我们上面有小车，你就上车。然后，后面车，那个滑我自己上去。在车那边，你别，你拉边那个叫。爷爷拉下来了。稍微再闪了，谁？ 你就是往这边转，哎呀，急呀，咵就这样，就屁股着。哦，你想这样有点危险，那我就从你那边走。哎呀，谁说谎放弃我自己理想了？那我掉不下去啊，姐。你就这样，这样，啊，面对对对对，好，走吧，好，来，各就各位。 Thank you.